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最终的挑战自由挑战，联机奖励七个活动成就星穹铁道。这是小鸟队对胖更新完结活动攻略黄金的挑战、绯色的挑战、赤红的挑战、湛蓝的挑战、最终的挑战、自由挑战星穹铁路 2.3。好，这边自由挑战最后一关最终的挑战来开始。选上面两个彩色的互换，然后下面两个彩色的互换，然后第六排第五个蓝莓往左边挪，然后第一排这个桃子往下面挪，然后第三排第三个草莓往右边挪，在右下角这个发光的桃子往左边挪，第五排第三个桃子往左边挪，第四排第四个桃子往上面挪，然后第五排第五个的香蕉往下面挪，然后第四排第三个草莓往右边挪，然后下面这个彩色的往上面挪，跟这个草莓互换。然后第六排第三个这个彩色的跟左边这个桃子互换，然后第六排的彩色跟下边这个彩色互换，然后最下面这一排的彩色往右边挪。好了，这一边搞定。好的，这边说下这个联机奖励啊，联机奖励在这个联机乱斗转后，现实奖励这边有个联机积分，你的积分够了就可以随便你随便进去瞎打，基本都没啥问题。这个联机乱斗啊，有好友可以邀请，很要有好友直接点开始匹配，它会自动给你填充那个路人，然后你的这个发布了文字啊，所以就只有表情挺黑，当对面是个人机啊，也不用社恐什么的。好的，那我们这个奖励在这个全部领完之后就结束了，那我们下个视频，我的这一边活动的七个成就，那其中四个呢，你跟着我的攻略啊，都完全能拿到。第一个是这个，你把这任务做完，它就自动给你一个，然后是单局对对碰，触发34小鸟技能啊，这个跟着我的攻略肯定是能做完的啊。这边是单局战力到300，这跟着攻略也是能做完的。然后这个所有的自由挑战中取得胜利啊，这个我都带你们取得了。然后还有三个呢，是跟着我的攻略拿不到的。那第一个跟第二个是这个放小鸟的，这个是第一个，是银狼小鸟和流萤小鸟还有开拓小鸟，三个小鸟放在同一侧的阶梯上。第二个是这个开拓小鸟和三月七小鸟啊，放在一个阶梯上。这边我们先来做一下，我们来随便找三台街机啊，就这三台，你确定好三台都是这个能交互的，然后来开启 DIY， 然后先放一个开拓小鸟，然后在开拓小鸟旁边呢，来 DIY 一下放一个三月小鸟。好的，这边就是第一个成就啊，这个成就拿到之后，来把这个三月小鸟这一边换成鹰狼，然后再找一个空的 I， 要都在同一侧啊，在同一侧，然后点其他找到流萤小鸟的，这边又能拿到一个成就。拿完这个成就之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成就是什么，来看一下，拿完这两个拳头，我们还有一个是单局对战内手动触发15次炸弹组合。好，那这边我们来接机启动，哎，点到这个自由挑战的最终挑战这里来开始，这边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步骤来走啊，就你挪的那个炸弹啊，它因为会两个炸弹进行对碰嘛，你按哪个炸弹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是不一样的，好吧。然后我们上边这个两个彩色，这个随随便给它拼俩彩色这都无所谓，下边俩彩色拼完好，现在我们来找到第四排第三个桃子往右边挪，然后找到第五排的第四个猕猴桃，猕猴桃往下面挪，然后找第四排第四个猕猴桃，
这边往上面挪，然后找第四排第四个桃子往右边挪，然后第三排第五个桃子往右边挪，然后第六排第四个桃子往下挪。然后来找到第六排第六个蓝莓，蓝莓往下拖。然后再来找到第五排第五个蓝莓，往下拖。然后来第五排第一个桃子，桃子要往上挪。然后第二排第三个蓝莓往右边拖。第六排第六个草莓往下挪，然后第七排第三个这个彩色的往左边挪，这边如果你中间跟我不一样，就肯定是你把东西拖反了，你要么就把下面的东西拖到上面来了，要么就把上面的东西拖到你变形跟雪乐步骤一模一样，拖动的水果也是一模一样的，好吧，好的。中间这一排右边这个香蕉往右边拖，然后中间这左边这个草莓往右边拖，然后第七排第二个草莓往上拖，找到我们第四排第二个香蕉往下挪，第六排的第三个桃子往左边挪，第一排第二个猕猴桃往下拖，然后来第五排第四个猕猴桃往左边拖，然后第四排的第三个桃子来往下面挪，然后第六排第三个这个蓝莓往下面拖，然后第六排第三个这个猕猴桃往右边拖，然后第四排第六个桃子往右边拖，然后第五排第三个香蕉往下面拖，然后第五排第六个桃子往右边拖，然后第五排第六个桃子往上面拖。好的，这样打完这个对局之后呢，我们出去就能跳这个成就了。那如果没跳成就，证明你的步骤跟我有差啊，肯定是你哪一步跟我拖的，不是完全一模一样啊。那你就得重新再拖一次了。好了，那这边七个成就呢，我们都全部拿完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